随着黎明第一道曙光的升起，城市也开始逐渐苏醒。阳光带给大自然万物生存所需的能量，而能源则带给人类便利的生活与未来发展的无限可能。其中，工业领域对于能源电力的需求与管理更是密不可分。随着时代的发展，物联网应用的普及，顺利开启了工业 4.0 的大门，也因此对于能源管理上的智能监控与整合管理等技术，都将使得能源电力的使用更安全且更有效率。泛五集团透过内部四大事业部的专业分工与资源整合，提供工业、商办与住宅在能源用电与安全节能上最佳的整体解决方案，并同时满足客户全球营运、在地服务与一次购足的商业需求。面对全球化商业市场，持续成长的泛五拥有更灵活、快速的营运策略与技术支援。安全可靠的配电系统需要仰赖经验丰富的专业团队。泛五电力配电事业部主要提供太阳能发电系统、各式变电站、工业、商办之整体解决方案与配电盘设计制造。另外，更能针对既有的电力配置系统进行改善作业，提供客户安全可靠的产品及专业服务，让能源管理更方便、更安全、更有效率。而在产品应用面上，更代理销售全球知名品牌，提供给客户更多样的库存备品选择。面对自动化生产工业的快速发展需求，泛五工业控制事业部提供完整且多元的整体解决方案，并同时代理销售国内知名品牌产品，例如 PLC 控制器、人机界面 HMI、 变频器、伺服马达、电磁接触器、各式开关、按钮指示灯等，有着品牌多元、产品多样、多规格与库存足够四大优势，有效协助客户降低产线综合成本，缩短产品上市时间。泛五散热风扇事业部代理建准三昂散热风扇，以高品质散热风扇与精密马达科技，提供客户全方位的散热解决方案。各式轴流风扇、鼓风扇、冷却器等产品，目前已广泛运用于工业生产设备与消费性电子等各产业领域中，具备库存足够的优势与专业服务的良好口碑。而快速与经验丰富的技术支援，无疑是您的产品在解决散热问题上最安全可靠的选择。我们不会忘记为地球的有限能源尽一份心力。泛五绿竹智能事业部针对各式居家、商业与住宅建案，提供关于空气品质改善方案与智慧用电等相关整合服务，并结合所代理经销的 DC 直流换气扇、新风机、吊引式智能除湿机、居家智慧监控与壁面开关等产品，为环保节能与安全有效的用电提供最佳的解决方案，朝恒温、恒湿、好空气、健康宅的目标迈进。我们期待提供客户无所不在的整合资源服务。泛五国际贸易事业部门内整合了贸易、
代理与电子商务等强势技术与采购资源，以跨境电商与产品经理人的姿态，提供客户种类多样且价格实惠的机电与工业自动化产品。因此，国际贸易事业部的成立将成为全球机电工业自动化产品采购与欧美品牌进入亚洲之最佳事业伙伴，协助客户达到成本控管之目标。用电的安全与可靠性与配电盘品质密不可分，泛舞提供各式专业配电盘，401高压配电盘、马达控制中心客制化设计与制造等服务，且符合 ISO9001 国际标准。TAF 实验室与经济部能源局和可高压用电设备原制造厂家等认证，整合应用设计时机，遍及全台且送电到海外。除了坚持在能源管理上专注发展，我们也以感恩的心回馈于社会。社团法人泛舞吉祥联心会持续致力于大专院校年轻学子的正面关怀、职涯发展辅导与弱势扶助等作为，帮助年轻学子毕业后能顺利与社会接轨，共同为创造正面关怀与爱心的社会尽一份心力。泛舞自1988年成立以来，从未停止过成长的脚步，坚持以电机发展为核心，致力于工业、商办与住宅的能源用电安全节能之整体解决方案，并提供客户一次购足、全国营运、在地服务的完整售后服务。因此，面对瞬息万变的未来，我们将持续以信赖、服务与技术作为对于客户伙伴始终不变的保证与责任，成为最值得信赖的专业伙伴，共同携手迈进。